到他那20个肯定是不行了。现在我就发现这游戏怎么那么难带呢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怎么这么不好赢呢？就你杀一个，人家死四个，你这是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。前5分钟一个爹，前10分钟两个爹，15分钟三个爹，20分钟四个爹，就上路一个废人。5分钟出一个，还是你杀的不够快呀？我杀一个人杀三个，那我能咋整？20分钟对连对面辅助都是爹，完事你呢就得一打四，四个人打一个他们家上路的废人都打不过。哎，再见。严阵以待。哎，眩晕锤，让他砸了，没办法。吊锤，死！回头扎我，那我就 A 你一下。感觉不行，杀不了，也算上，去中也杀不了，拉倒吧，不去了。眩晕锤，来自锤接重锤，锤跳锤，跑了，我也走。血钻，耶，这把没点血吗？哦，点了。哎，这五倍建模呢？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不好上啊，算了，吃完这波兵再上。他有个链儿，恶果树链儿给我链儿过来了，就不好打了，我容易跑不了。算了，等这波兵吃完再跟他打，这波兵吃完打的都行。锤，重锤跳还行，算了。这人怎么能从线上过来抓我来了呢？你妈的，真让人厌烦！这些建模是吧？本我不想骂人。
怎么能从线上过来抓我来了呢？严阵以待。你管着你从这儿，你从这儿，我都能接受。你给我在这儿跑来过来抓他，那说明啥呢？那说明他直接就往上走的，他是根本他就没动过，他出门就往上走了。哎，这不死了吗？锤，眩晕锤，重锤，锤跳。哎呦我操！你可真厉害啊！你可真厉害，咱俩指定没完啊！没完没了了呗！没想到吧？我又回来了！你别走啊！你不挺喜欢来上路的吗？你这边你别走啊！啊，你这辈子你也别走。他在这换，打下兵我也不让你吃，想吃兵，吃粑粑吧你，吃兵，八分钟给我歇，这个攻速不要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我靠，这女枪现在不轻语啊。去个红，去个红看看，你看看他搁红没，他要没搁红出招吧。这炮车你都不吃啊，还没搁红就搁我上路。空线儿，这你就往上走来，严阵以待。你们知道最强的武器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补丁。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，不能打。还有谁？看一眼来，没打，没打，给我上路呢。严阵以待。我就不出去，我就在这一待。你抓吧，我看能不能抓着我来。你就使劲蹲啊，我看能蹲多久。使劲蹲，那剑魔敢上来，百分之百搁旁边，百分之一百，剑魔被我杀这么多回，他百分之一百，那蓝天搁上面，蓝天没搁上面，你就死，看着没？蓝天没搁上面，他就跑了，瞅着没？把他们也算上。临死还得套我个点盐呗，这拉倒吧，打不死算了。塞拉西来了，来来，中路塔皮不要，要上路塔皮。看招！
没懂啥意思，死不了应该。蓝天搁下路呢，好。这咋逼了？把他们也算上。计算蓝量猴哥，刚才我算的。我在看我的蓝多少够，我一个 Q W 他正好是死，我一看30+65正好是95，我这一波应该是够，我咔嚓一个跳。来吧，来吧，这个叫什么？死刑宣告。来个水银骸，不雅骸吧，水银骸没什么用。不招吧，哟，追我们家螳螂，他敢追吗？我又回来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咋的呀？你咋的呀？喜欢往上路走呗？你还得抢个人头吗？喜欢往上路走，没事，我帮你来。这蓝 buff 有我在，没意外。我们对这螳螂实行保姆流计划，给螳螂当保姆。招！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人呢？来人，快点的，不够我杀。那蓝枪快点过来呀，他不住上路了吗？怎么不来了呢？还有个塞拉西，没有人我可退二塔了。你这武器大师推塔咋那么快呢？把他们也算上。这要是猴推塔也能这么快就好了。没有人我可上高地了。有盾弓吗？哼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有盾弓我就走了。这是剑魔，看我钱不够，要给我送点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哟，一换一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砍招！
来个三下，无敌了。游戏结束，我将统治比赛。现在比赛由我接管。先去下路小龙兔，把蓝枪杀了。哟，出招吧！Hello, surprise！ 嗯，那杀个女枪吧。先把眼儿白了。呀，这小女枪站草丛里，以为我看不见你是吧？哎，你以为我看不见你？把他们也换上。死下塔拔了，还有谁？没得跑，没得跑，回头就死，没得跑，我闪现的人不可能跑得了，让他跑了我脸往哪搁？来个这个，跑得快加攻速，怎么样？出招吧！还有点暴击。关灯喽，喜欢往我这儿跑，给我关灯。女枪很勇啊，给我洗澡。你来干啥来了？葫芦娃救爷爷，打个红。再打个蓝，蓝被拿了，那打家里头的，把他们也算上。蓝不够用，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拿个六百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别人我不杀，我就杀这蓝枪。Well, what a kill！去上路拿五杀呀，我帮你拿，这不把剑魔杀了。
走，把剑魔杀了，拿个五杀。剑魔想推我的塔，不能让他推啊，他推下来他就胜利了。没推不下来，今天的上塔肯定是不能让你推。这属于我上单的尊严。结束的有点快呀。间谍目睹了一切，赶紧回去禀报。秦军将领当真了，因为赵国只想保。